已经爆，万物死，你永远不知道鲸鱼爆炸的威力有多可怕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鲸爆是什么意思，那么小编在这里就要给大家科普一下。所谓的鲸爆，就是指已经死亡的鲸鱼发生爆炸，因此被称为鲸爆。所以当你遇到一只已经凉凉的鲸鱼时，一定要远离的，不然一旦发生鲸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画面中，工作人员正在处理一只已经死亡的鲸鱼，工作人员正在用刀割开鲸鱼的肚子，让其在安全的范围内爆炸，不然等到鲸鱼肚子里的气体积累到一定的程度，在爆炸时，后果将不堪设想，并且威力巨大，还有可能伤害到周围的人。就在这时，鲸鱼突然爆炸，就连工作人员手上的刀都被炸飞到几十米。不得不说，鲸爆的威力可不是闹着玩的。而就在视频的另一边，一头30米长的鲸鱼漂泊在水面上，当摄影小哥正准备过去一探究竟时，这头鲸鱼瞬间发生鲸爆，体内排放出大量的甲烷气体，瞬间把海水染成了红色，体内大量的内脏漂浮在水面上。这么大的鲸鱼就这样领了盒饭，不由得有点可惜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下期视频更精彩。抖音。